你约我出来，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呀？哦，换上运动装，跟我沙袋跑。什么？啊！ 人家都亲我，不能剧烈运动了，造孽！你说啥？没啥，跑一跑，谁怕谁啊？这个能不绑吗？<笑>不能，走。哎，我没准备好，哎。 项目，你为什么非要带我沙袋跑啊？这是我业余爱好啊。沙袋跑可以增强腿部力量，追捕嫌疑犯靠的就是力量和速度。我又不用追捕嫌疑犯。那我不是怕嫌疑犯追你吗？<笑>我都累成这样了，你怎么跟没事人似的？那你看看你这都。 <笑>你过来，你让我掐一下，你别碰，让我掐一下。闹着玩儿。生气了？不至于吧？啊？那个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就是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小心受伤了。 不过你放心啊，有趣的灵魂保存完整。<笑>疼不疼啊？不疼，就是落下疤不长头发了，怪难看的。不难看，谁说难看？你这个叫光荣的伤疤，别人想替他剃不了，多酷啊！你以后见我都不用戴帽子了。 那我们接着跑。不，我没准备好呢。哎，我不行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哎，我不跑，我不行，啊，我累死了。丽丽，你自己跑吧。你怎么放弃了？啊，你不应该是这么容易放弃的人啊。我是，你不要怀疑，我是沙袋跑，我举双手双脚放弃。那好吧，那我们换下一个项目。啊，还有项目啊？嗯。 什么项目？防身术。防身术？我学这个干嘛呀？你不是在我身边吗？我是人民警察，保护人民是我的首要责任。我也是人民啊，你也可以保护我呀。万一我不在你身边，那换人欺负你怎么办？是不是？